一看就是其他导师送的礼物，发现还是 Lisa 老师的更为实在一点。Lisa 老师是签名照，整个当然不是了，现金直接现金给到888现金。我当时是 C 班好像是，然后离那个 A 班就很远，但录制间隙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，然后我就很爱去 A 班表演节目，然后他们当时很喜欢跳 Blackpink 的那些歌嘛，然后当时就一直三个人差一个谁的位置，反正 Jennie、Lisa 跟智书的位置是抢得干干净净，但是呢我又很想上去跳，我就去抢位置，然后那个时候事情之后才跟连华伟他们熟的，就一起跳 Blackpink 的舞。到天亮，你轻轻一个。